梗超好笑，是啊，受不了。哦，好香哦，好熟悉哎，这八道腰啊呢，面包，哎，面包，真的呢，嗯，哎，面包店呐，啊，有点饿了呢，啊，我来杯加胖加点好不好？哎，蛋呢呐，通常小店都很容易踩到雷，雷，叫我好衰嘞！哎，我这个干啥？你大了就丢脸了呢。做节目，你在这跟我拍手？哎，没关系啦，吃一下，因为是很小间呐，那么多干嘛？雷也雷一次啊。好吧。肚子很饿，走啦，走啦。虽然讲是小店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大家胖拢水，跟咱个食品同款呢，让人好想咬一口啊！哦。你两个别再顾吃啦，我紧请达人出来介绍一下啦。哇，真的哎，好嚼劲哦！天不好，老板。哎，在找我吗？你是老板吗？哎，是的。哎，老板，你这真的很好吃哎。对啊，你这红豆吼，一般呢，我伫外口食红豆面包啦，人迄拢是红豆泥，红豆泥，你是一颗一颗的。我这是家己煮的，你看，拢是红豆粒，你看。真的呢，很扎实哎，拢自己煮的啊。所以你们面包啊，拢自己煮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哎，坚持。这巧克力也好浓郁哦。浓。会有点苦苦的，55%。哎，55%的。55%。要55%。对。我天哪，难怪。可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疑惑啦。因为红豆面包应该它都给啦嘛，巧克力都给啦。都普遍的啊。可是，你也记得吼，你看这面，你的这个面包的面皮。有嚼劲，对，有嚼劲，而且很 Q。这就是我的秘诀。秘诀？秘诀？什么秘诀？行，来这看。最喜欢秘诀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你是要让我看你这个面包做到这好吃的秘诀？哎呀，啊，这个这硬皮啊，我阿妈嘛有。啊，这是几个？几个？你说？这是用葡萄干，啊，搁有糖，搁有水来吃的，是一礼拜。对，伊就变做天然酵母。哦，欸，所以是恁家己做的哦，欸，这是阮家己饲的哦，家己饲酵母，阮家己饲天然酵母，你看你古朴呢，真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干嘛？好像它的活性吗？对，所以它是天然的，嘿，欸，我觉得很棒嘞，欸，当然咯，要食当然食上好的啊，有影呢，啊这嘞，这面团，这是阮家己饲的老面，老面，你看拉好以后，那个冰起来，冰一暝。哦，你这有固定比例吧？有。哦，啊，做好了，甲冰起来。冰起来，哎，那个低温发酵。哎，啊，我果然就是面团呐，感觉火起来了呢，它在呼吸耶，你看，真的呢，你看内底够空气。嗯，好特别哦，真的。啊，用老面有什么好处？对，那咱假面包有什么？像咱讲，有一挂人啊，胃会较歹，啊，伊食胖，食了那种一气酸。哎，有有。啊，食，就是咱加老面落了。看袂一恰当哦，好用心呢，真好哦。阿哥头家啊，我头一食你的面包，内底我一点钱都乌乌的。哦，这是啥？这不是拉萨米啊，嘛不是生果。那是什么？这就是用这。哦，就是这哦。加在面包内底。哦。因为其实发过以后，伊内底含有很多的乳酸菌。哎。哦。所以咱的肠胃会较好。哦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所以也是天然的。天然的自己的颗粒就对了啦。嗯，对，是。这里跟那公园长雀斑呐。对啊，无啦，我食当作是鼎屁。哎，啊是讲哦，咱拢刚食过胖啊，唔做过面包。哎，真的。我感觉讲应该像你讲啊，米粉豆豆类，搅搅的冰起来当做胖。看起来做简单嘞哦。简单呐，系啊。做胖唔是三当五当哦。啊？哎，阿伯，你想的这简单？无这简单吗？所以我来当体验看看嘛。嗯，来。做看麦，做看麦，好，来来来，给我们做个面包。哎，嗯，好，哥，你不做胖吗？你提这面团来要创啥？我的是蛋卷，蛋卷，什么蛋卷？你两个真正，这是贝果，贝果，贝果是圆的呢。你笑，我跟你讲，我无跨过低，我嘛食过低吧。贝果是圆的啦。哎呀，来做看麦，做看麦。好，我先做一盖给你。好，好，来大声，你可以再对完整。好。这就是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啊，巧克力哦，啊，均匀哦，这个变擀面棍啊，哎，大小一致，哦，我应该可以啦，我小时候很会玩的，好的，往下有接缝处，哦，有，好，来擀面棍，加，它这边把它压扁，压扁，
哦，变成一个珍奇。哎，你两个把它接起来。哎，接起来，变甜甜圈。哦，它就变贝果了。欸、很讲究的，你搁爱线对线呢，吼。嗯。啊，那无对线，啊那。啊，那个是不专业。哦，就是做出来你，强调它的美观嘛。哦，再简单啊，直接来了。嗯。揉面团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啊，不怪啊，阿山师傅讲，这不是三当五当的代志。阮这两个普通讲的吼，卖个只的吼面团弄个不搞乱七八糟，这就是万幸啊。完成。阿妹有合格吗？没卖。没卖，你要检查一下呢。OK， 赞。我也觉得很赞呢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送烤箱。对。好 ，Let's go， 来送入洞房，走吧！哇，好香哦，会烧哦，会细腻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烘焙面包真的不是很简单的事哎。哇，这边他准备够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成果哎。是啊，辛苦的。嗯，结果好感动哦。是啊，这小碎一点都挖着。嗯。对啦，让你走啦。立马就你来。我可以把那个比较我们做的不漂亮的带回去吃吗？好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带回去、啊欸。好像都是我们做的呢，没有。用掉是你炸这样子，你吃无那是冰的好吃呀、啊。阿妹啊，那、欸欸、我跟你讲，爱冰起来。嗯，隔夜你那是今天买回去的面包，嗯，好啊。如果明天早餐没有吃完，嗯，要把它冰起来。哦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那，譬如讲、欸，如果说你要吃。如果是冰过就变更硬，对啊，冰锅加。秘诀就是用电锅。电锅哦。哦。那电锅嘛有分内外锅嘛，啊，那外锅爱下水。哦。那用米杯来量，差不多大概。三吧，三四哦。三，哎，三格的水量就够了。哦。啊，其实你拿太多的话，一吹起来哦，面包会淡淡。暖暖哦，你讲都顶个是用吹，哎、欸，用吹啊，一吹过，它吹过蒸过之后啊，其实会更软 Q， 会更嫩 Q， 都嫩 Q 的啊。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做面包，很幸福。你刚看面包，为了那小面团到这种到成品的那种幸福感，啊，跟我面包烘焙的味道。别说刚刚动作那家里的囡仔，是真的，因为老板他就说，那囡仔就很像你从那小小的，然后让他慢慢长大，长大然后成品，然后就可以。卖出去那种感觉，就感动哎、欸啊！完成成品，尤其咱到快点吼，咱的阿三师傅啊，对咱的制作上的要求，嗯，哦，线要对线，要对爽，要粘好，这真正是拢要求啦，吼、啊嗯！啊，搁有我就感动的是我们的天然酵母，真的，有因为上面有很多天然的那个酵母颗粒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搁有咱讲这個老面，嗯，这爱食胖的爸爸妈妈，真的，那烦恼讲，哎呦，爱味啦，无松垮，是，哎，真的，所以吼、哦，人家说呢。达人就是这样、喔是啊、用心在自己专注的工作上，嗯、对啊，用心做这烘面包，嗯，欢喜，谢谢阿山师傅，谢谢面包达人，对啊，开心哦、喔，那、嗯、我们今天的 Lucky 行啊来，成功。每一个出炉的面包都像阿山师傅的孩子一样，看伊过炉火的表情，这么啊定睛。一边又搁啊顾着还未进烤箱的面团，坚持着每一个送伫个嘴内底的胖，拢是上新鲜、上美味的。简单的面包，包裹着不简单的心血。感谢面包达人阿山师，奥记处来去行啊来，要去找什么款的达人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喽！